祖师看到你念佛了，是希望帮助你提升念佛的境界，结果弄错了，把你念佛功夫全都毁掉了。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状况，于是教人呢，绝对不用宗门这个方法，老实念就好啊。最要紧的，死心念佛。这个死心就是其他所有一切念头统统放下了，叫死心了。二六十中就是这一句佛号就成功了嘛。一心能不能念到没关系，只要功夫成片，就有把握往生。那么讲到一心不乱呢，实实在在讲，我们这一生未必能得到。但是功夫成片是肯定可以得到的。你为什么不干呢？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平王僧，也是圆正三不退啊，也是阿惟越智菩萨了，这不可思议啊。难心之法了。这个话佛说的，不是一般人说的。再看底下这一段，